前面的顶排啊，那个后脑勺啊，痛了，一直有那个拉紧的感觉，后来终于没有了。现在好像是在头顶上偏右边一点，里边好像有在拉紧的感觉啊。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一个很大一个沸点啊，就在头顶上转啊，就在头顶上转。这边有个自由女神像。好像现在在夜里在转，就看到那个海面呢，看到海面以后，那个飞碟就慢慢进到海里去了啊，好像慢慢进到海里去了啊，然后就静止的不动了啊，好像在做试验啊。在做试验，就往下压的感觉啊，在对，难怪在里边痛啊，好像在水下啊，在水下啊，然后水下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洋底啊，海洋底的那个分布啊，都把它搞得清清楚楚了啊，洋底啊，洋底的那个什么这个结构啊，结构都看得。清清楚楚啊，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把那个结构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把这个看得清清楚楚了啊，然后现在下去的时候已经把那个结构图搞明白了啊，阳底的结构图搞明白，那一带阳底的结构图搞明白了，搞明白以后就慢慢起来了啊，慢慢起来了啊，然后慢慢起来了啊，慢慢起来了啊，慢慢起来了啊，慢慢起来它。从水里慢慢起来了，再起走这时候还在仔细的看一下那个洋底，还在仔细看一下洋底到底什么结构啊，把它确认好以后，然后这个沸点，这个沸点说啊就沸走了啊，沸走了啊，就是沸走了啊，沸走了啊，知道了啊，他们在确定那个洋底的结构啊，这样的这个。这个东西放上去的这个，为了更稳当一点，更吻合一点，更吻合一点啊，更吻合一点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。